的话，我们就给恭喜得奖的是，谢谢，得奖，谢谢。你叫吴克强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是吴克强，是吴克强，我少侠。对，他原本是居住在那边，因为不断的环境的破坏了，然后他们就远离这边，所以我就只能用标本来放这边，就让你。但他们应该没有濒临。有些目前是有保育，是保育的。OK， 那这样子的话，我这边就送你们一个礼物。好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个是香樟树啊，香樟树，有没有闻到香香的味道？没有，我有点鼻塞。回去就不管你们种到哪里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爱护我们的森林，山林、对对对，树木都要保护，多种树啦。你不适合带回去就种这边也可以，你每年都来看就好了。好，好，那这边我就颁发给你们。做大的话，我们就给恭喜得奖的是，谢谢，得奖，谢谢。你叫吴克强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是吴克强，是吴克强，我少侠，老板，那是你的戏耶。那你叫什么？刘农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雨农，好，雨农，雨农 ，Rose， 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首先要先感谢，要感谢评审老师。好，那我们这位我们再也颁发给他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终于拿到他了，谢谢。我其实最近拍戏的时候，刚好都是在深山林内。所以我有亲眼见证了山羌，对我来说，我还是觉得台湾是有这个保育意识的。这是我们近期拿到最大的奖项，好棒哦！恭喜得奖，榕树，爱护地球。我们的山猪呢？啊，牛山猪没有山猪，牛山猪。爆米花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闲着在那边。不是因为啊没有事做，你叫我们干嘛？爆米花好累呢。这个是什么树？樟树。哦，樟树哦，对，它可以吸附二氧化碳。哦，好累哦。Okay. 我告诉你，那个山路跟我们那一天爬了差不多，对，可以更齐一样远，超陡的。然后你们就去挖了三颗樟木。没有，这是我们得到的奖励。对，我们最大奖项。那你们去干嘛？我们去拍照，找那个黄鼠狼，还有黄鼠狼。嗯，我们刚在这边超无聊的，我说我们喝了咖啡，然后喝了一点小酒。有泡？有泡咖啡啊？你们要吗？因为有泡啊。我想去找。你们还要喝吗？没关系，你倒太满了。哎，我没有，我不用喝咖啡。嗯，不用。真的没关系。咖啡后泡晚餐会睡不着。那就要喝，再喝酒就好了。辛苦。